好，我是联合园的君如，我是连比君如更圆的摄影大哥兰花。欢迎来到我们全世界的可以去你家吗？上期我们去了深圳，今天我们来到了大上海。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一个拍过欧阳娜娜的六岁摄影师家。会在上海的这条街上面约拍陌生人，如果能被他拍的话，我是不是自学武术就是和欧阳娜娜共用摄影师的人了？现在就去找小妹妹。不得不说，这条街上的人都好潮哎。假装陌生人路过，妹妹会不会主动来拍我呢？A few moments later.我今天打扮的还挺久的。这跟爸爸约好的相亲。那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联合园的君如，你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轩。你喜欢拍照吗？喜欢。喜欢。入行几年了？从2019年，所以已经过去几年了？两年了。那我们现在去街拍。可以，走。姐，我能不能帮你拍一张照片？你和小狗狗可不可以？好啊，谢谢。就是他们两个一起。那我用一下横构图，要不要开 P 档？ Okay. 太黑了。哇，他们两只狗哎，好可爱，它有眉毛的。一二，哥哥姐姐们，如果觉得我拍的还不错，请把一打在公屏上。我的爱就像一片云，在你的天空无处停。可不可以帮你们两个拍一张？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。滋润你心中的土地。Thank you, 拜拜。Thank you, 拜拜。他成功啦！耶！这个小时候很火的那个拍照的小朋友哎，我真的还知道，我看过你。至少想念的人是你。深深，那我可以去你家玩吗？可以呀、啊，可以是吧？好。欢迎来到我的家。想象成什么？沙子。特里特尼巴，特里特尼巴。Later。
这些是用来干嘛的？就做咖啡的。哦，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喝吗？对的，因为他们天天都弄咖啡。天天啊？天啊，喝了两三杯的。我跟你讲，他一共，咖啡粉只能做十杯。然后呢？他们一天就能把咖啡粉弄完吗？不能。他说你一天喝两三杯。对啊，你们不是喝两杯最多啊？两杯。两个人一起喝。你有喝过咖啡吗？我只喝过一次，好苦，好苦。我也觉得好苦啊。这边又是被你贴的，是吗？对呀、啊。你怎么贴的这么多呀？因为那贴纸太多了，我随便贴一下而已。你是趁爸爸妈妈不注意的时候贴的吗？我大摆大意的贴。贴的我都想把这个厨给扔了。最后我想拆掉，不好看，我好后悔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我知道啊，是那个防止小婴儿去拿的，可是一抽不就好了？是哦，然后这个防卫根本就没用。今天下午你不是在外面拍小姐姐吗？是不是？你喜欢拍陌生人吗？喜欢啊。那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因为有一次我在咖啡店就约了一个小姐姐，那时候不是他们的主意，是我自己的主意。因为我觉得她很时尚，很好看，因为那是怒气妆嘛。第一次被拒绝我就很难过，我就想哭，然后最后拿了个冰淇淋买给我，我最后就开心了。是爸爸给你买的冰淇淋是吗？对的，买了个香草冰淇淋，最后还是扔掉了。我是很容易满足的，一个冰淇淋就能哄好的孩子。那你有没有拍到过很厉害的人？欧阳娜娜，就是我们路过一家店，然后爸爸不是很确定那是不是欧阳娜娜，然后就到让我们进去那边。其实欧阳娜娜的团队已经拒绝了，可是欧阳娜娜让我们拍了一张。好像听说你有第二次又再拍到他，是不是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同意我们去那个地方，那个他们是服装拍广告嘛。他们全部拍完那些服装了才让我拍了，因为有很多人要拍嘛。今天你在给干嘛的呀？说的是视频。对啊，给娜娜加油的是不是？看到娜娜。那时候我很着急，一直在摆东西，我害怕拍不好，因为有三个蜡烛嘛，我就很好看。然后一听是运动服，就把它放回去了。你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爸爸的工作室。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？哦，保险柜，是不是有什么金银财宝啊？你让爸爸打开呗，人家想看，你给人家打开一下。这是什么？哇塞，是干燥香吗？对，这是防潮香。这是好看的项链，你是和妈妈求婚用的吧？这个怎么回事？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花花项链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！我的爱，太谢谢你们今天，那我永远找不到那项链。对呀，这个是他的小备用机，就是你的机器，就你平时你用的机器的备用机器。啊？为什么？就是我怕你的机器坏了。我就买多了几台。你这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你好幸福，有这么多相机。这不是，我不幸福，这全都是爸爸的。他全都藏在这个保险箱里，另外一个保险箱里全都是。你说这个放保险箱是不是防着你呢？有可能防着我和妹妹。哇，我在腿上好酷呀！这个你见过吗？我没见过。这是撕拉片，这个是撕拉片里面最好的机器，它是可以这样打开，这是对焦，然后它的快门要上弦，然后才能拍。你有不小心摔过这些东西吗？没有过。怎么没有过？T3不是没有过？T3吗？那个？哎，这边还有一大堆呢，爸爸的相机也太多了。OK， 这是一个放大镜给你对焦。哇，好好玩啊！
很长的那种胶卷，就中画幅的胶卷，这是。想成为像爸爸这样的摄影师吗？我要做自己想做的，我要开一家猫咪店。猫咪店？对，因为我很想养猫，我要那些小野猫去给它洗洗澡，洗完澡放在咖啡店。嗯，收集一些流浪猫咖啡店是吗？那也挺好哎。嗯，这不是很好吗？给他们一个家。可以啊，还好我会做咖啡，行。然后呢，这里就是一些，就是我觉得这个笑起来很像爸爸，所以买了这个贴。这个像好吗？你眼中的爸爸吗？对，这是我眼中的爸爸。是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？爸爸是一个很好笑的打工人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。他一工作，他就变了一个人，好可怕，比母老虎一样，母老虎一样。他不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？不工作又乖巧又可爱，就像一只我的小猫咪。太可爱了，那时候你还对我喵喵叫呢。Later， 你长大想要跟谁结婚？我都说了我不想结婚，我不要结婚。为什么？好麻烦啊。怎么麻烦啦？就害怕那个。害怕什么？害怕吵架和他，怕我吵不过他呀。爸爸妈妈有吵架吗？吵架过一次。你很害怕是吗？嗯。我说他们是不是要离婚？好可怕呀！怎么会想到离婚这么可怕呢？太可怕了！我突然间吵起架来了，这一个这么小的事情，做不了咖啡，就这么好笑吗？就为了一个咖啡而吵架？你是不是觉得想不通？嗯，怎么了？最后还是他们说笑话呢？还有说他们会这么做，他说他就轻轻碰一下，说哎呀他打我，他打我，就说哎呀他踢我。其实根本就没有，就碰他一下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很中国。天啊，这些就是那种照片，是一次成像的，也是一次成像。给他们看第一次的那种照片，哇！爸爸，我妈妈，你看你这张眼睛都没睁开来，妈妈所以才重拍了一张，所以重拍了。还有一个也很珍贵的一本书，就是你的相册吧？对，我相册。嗯，哇，哇，是我专门我的，太开心了。为你做的相册是吗？都是你。哇，这张笑起来真棒。我觉得你笑起来好看。不好看，我再也没笑过了。为什么呀？只能闭着嘴笑。你觉得你不笑比较好看是吗？没有，因为人家说我笑起来不好看。你的眼睛。像颗水晶通透，很多人都是在评论里面说你很可爱，你可以多看看，好吧？小小我听到屏幕我就在你小小的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，我为我将对你撒的谎先跟你道歉，当你发现黑白不是那么的分明。每一次都失败怎么办啊？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我们把每一次成功的照片拍好就好了，失败无所谓。 OK，姐姐，我可不可以帮你拍一张照片？真的吗？可以帮我们两个拍吗？哥哥，我可以帮你拍一张照片吗？没有同意。可以啊。找不到人。你不要急嘛，你不要急，心态放平 ，OK。拍照就是这样，拍照就是这样的，就随缘啊。嗯嗯嗯嗯嗯，压平了吗？压
平了。嗯，哦，那可以了，要你们心态平了哦。新大叔，我可以帮你拍一张照片。不要拍了，拍吧，好吧，我来帮你拍，好不好啊？算了，谢谢啊，以后再讲。你说的没错。我说他一定会拒绝。可是我还是去尝试吧。对啊。我随便再约一个路人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？你好随便哦。我很喜欢这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股爸爸的气味，真的好香啊！卢克先，我们来配合一下。好像我们来配合一下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就你了，点赞、投币、收藏，记得关注我们哦。Ha ha ha!